打谁啊？卡牌大师啊，卡牌不好打的，塞恩打卡牌不好打的。嗯，好，看好了，因为卡牌可以全图飞，你懂吗？贼恶心。绝对找不起你的碎片。哦，一级学艺可以，很细。哦，一级学艺可以。嗯嗯。小心一点，开一，没用。再平 A， 好，反正不要给他 A 被动就行了。平时可以给他 A 一下啊。我马上两级了。哎，没吃到，可惜。这人不丢牌的呀，这人啊，兄弟。嗯，兄弟，炸的 ，A 个不灭。我们的战鼓将会盖过他们的尖叫。嗯、这么嚣张，重击一下。嗯，我感觉打这种手长的话得学个E了 ，EQ 二连感觉会更屌一点。比如说这一波就是超级赚的，为我流血，这一波换血就问你赚不赚，再和平用。嗯，好，看好了，看皮。嗯，对面打野雪球打野可能应该来了，溺死在你的血泊中。在意一下，没意到打野应该来了，这一波感觉有点危险。好，我就抽来了吧。大概率来了，他这个球推得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嗯，先把刀给他补好。好，先补好刀。我这个血量他没有，就和呼吸一样。这他妈太牢了，加速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好，800块 TP 一下。嗯嗯，没办法，毅力你看，买一送一，还行，不亏，推荐。嗯，胜利浸透了血液，重击，好，完美，抬头，炸一下，锤死敌人的喧闹，可以送了，可以送了，吃塔皮，没有爆破。再推，没事，不亏。好 ，TP 出来，没有兵线了，对面是没有兵线的。嗯。这一波没有兵线的话，直接开车有炮车兵，这一波可能能推两层塔皮，撞他一下。好，完美，这一波车技还可以吧？好，推，车技还是不错的，吃塔皮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。开盾，卡牌有大的，小心，卡牌有大的。杀死强者，他可能会飞过来。弱者，有想法。连地面也震颤了。好，继续推，吃塔皮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溜了。嗯，
很聪明。这些伤口没有带来痛。现在对面不打我，只清线，很聪明。那我就不送，对吧？开吞。不掉血，又来，又来。无聊，啥都感觉不到，已经数不清他是第几次来了。好，直接锤，重锤。剑圣怎么说？重锤，开盾 A 一下，溜了，不掉血。好，差不多，小兵确实近。重锤一秒。他现在也推线了。他也不费蓝呢，绝不留下完整的石头。不掉血行不行？重锤，我要把你扒皮拆骨。送他，又他妈来，有点无聊。你直接住中路吧，感觉我觉得你住中路会更好一点。一二三四，破剑者1700，差点钱，钱应该够了。我觉得你还是住中路比较合适一点啊。他去下了，那不跑去肯定要跑的呀。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了，冲啊！游走，游走，那里是一波塔皮可能会丢的有点多啊。好，游走塔皮可能会丢的有点多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两层塔皮，感觉有机会一血塔，8分钟一血塔，老规矩，还是一样的，就怕你不游走，你一旦游走我就起飞。好，出来瞬间1200块，看到没有？推推一下，中单中路继不继续推？不推了吧，阿爷。让他们猥琐。我去上了，我去上了。我是什么？可以啊，兄弟，格局拉满的。这个头我不要，你拿，想送他。诺手拿，不亏，我继续推。峡谷的话放不放？感觉没必要放。吃塔皮，顶他塔，顶这个球。就像这样的话，他没有球推前是很慢的，好吧？没有球的话，他推线是贼鸡巴慢的。没伤害，没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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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打得过我呀？别送啊！你不要送人头啊，兄弟！你送人头给我整的不自信了。克烈，别绕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杀我吧，把我杀了好吗？把我杀了可以吗？大军的耻辱标志。这里是诺克萨斯，小子，赢家通吃。你杀不掉我呀，你干嘛呀？死亡有机会了。干什么呀，兄弟？交闪不亏啊。这场战斗已经结束。到底打不打？这怎么打呀，兄弟？我也想打呀，我打不了啊。我来了，帮你吃饱塔皮了。诺克萨斯，就是
再撞一下，起来吧你，炸死你！来，继续追，你的钩有点捞，你他妈什么意思呀，兄弟？我替你们扛，绝不留下完整的。推塔，推塔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操，你们不行啊！我救你。将在你的骨头上，好多技能啊！算了，不追了。我不追你，要追我，我操你大爷的！我他妈不杀你，你他妈还想杀我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本来不想动手的。胜利浸透了血液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！本来不想杀你们的，你们想过来杀我。那对不起，你什么也不是，必须拿捏六抗三，没办法，我想打破他们的意志，但是实力不允许。干啥呀，我肉的跟战神一样。溜了，谢谢害虫来了送的飞机啊，谢谢啊，单向来一个。你看我这把节奏带的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把三路的塔皮都吃了。虽然说我们现在人头的话还是五五开的，但经济的话感觉已经拉开了。嗯，肉的跟战神一样。哎呀，我来了。现在谁能挡我？我这个装备谁能挡我？卡牌大师还出法拉利啊，还出这个杀人书。他连最起码的神话装都没出，你看我这什么装备，我就不说了，钱太多了。嗯，十一级半打不动我了，现在对面已经打不动我了，我现在无脑可以推塔了，就现在我单带已经无敌了，是吧？单带已经无敌了。好，继续推高地，蓝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没用呀。没用啊。把你这个塔推了高地也就随便拿了呀。OK 啊。嗯。下一件买一个腰带买不起，下一波推上了啊，推上罗二塔，慢慢折磨，一步一步来。好，卡牌大师还要送人头是吧？我怀疑对面在玩送死流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拿峡谷前锋来了。处理的好，拿一波峡谷的话可能可以一波。讲道理。嗯，饥饿在侵蚀着。来插一下，有眼排一下，一二三四。别操了个天。谢谢啊，谢谢你帮我打。干他干他，你他妈还敢过来，还有你再过来打你了啊。谢谢，我只能说一声谢谢。如果他坏了，你会跟他一样，只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。队友有点浪了，队友有点膨胀了，想到里有点浪，急走别开啊，别急，下路已经没有塔了，我这一波开大的话可以偷高地了。
但是我必须要完美这一波，必须要完美。切诺将遭，注意我这一波细节，兄弟们，不要眨眼，好吗？请大家注意我这一波细节，可以吗？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注意我的细节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一刀，两刀，别急，不急的，一刀，我死了没事，把这波线吃了。没有用，补刀，好，炮车吃一下，好，完美。下一波请注意我的细节，这一波处理的好，两个门牙塔，别急，我没有眼，可惜。你们能在对面高地插个眼吗？谢谢。看队友能不能去插个眼。这个地方插眼，只需要插个眼就行，只用插个眼。没有疼痛，没有感觉，没视野，很烦。但会饥饿。嗯。是个鸡爪。碎的石头，破碎的骨头。什么？啥都感觉不到。队友插不了眼。注意我的细节。总是在行军。先推这个，再推这个，别推了，没用，我有眼。好，这个眼看到没有？人都傻了，克烈人已经傻了，克烈。就对面。难不难受？还没发现我的眼，那对不起了。哟，哦，哎呀，聪明，聪明，聪明，很聪明，但是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些伤口没有带来痛苦，折磨一下吧。他们过来抓我，直接反手开车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。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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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哈哈，急急。